什么？只要188万就能买到屏东盐埔 1.29 分的龙宝地？大家好，我是正邦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块，也是一样在屏东盐埔很便宜的龙宝地，面积是 1.29 分。然后自从我们上部片《形同虚设的门》之后，这块龙地直接不演了，连门都没有，门都没有。这块龙地其实很漂亮，因为它这边都还看得到山景。Nice. 我们屏东算是农业的县市，那早期爸爸那个年代，他们就是也都没有3C产品可以玩，所以他们下课就会揪同学去拔人家龙舵鹿，这是很不道德的行为，我严厉谴责。嗯，局长，你后面有一串胶哎，那边那边，没人，快！它的面宽有62米，我们地面看不清楚，正邦直接带你从天上看。那如果有喜欢这一块地，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房事迷茫找正邦，轻松解决不紧张。